过来修空调，他这是另外一个城市，他估计那个他一般的话 Subway 啊，看这 Subway 他没有自己的 雇的工人雇的专门修空调的，或者是他没有指定的公司。但是呢这个周末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然后呢他现在说空调有问题，给我打了电话，我估计在网上找到我，因为在网上的话我写的是一天那个一个星期七天都工作，所以呢今天星期天他们给我打电话，我们过去看一下什么问题。有温控器吗？得需要 manager 来打开。哇，这是那 communication， 这 communication 的，哇，这种装这种垃圾特别操蛋。这应该是 communication 的，你看，哇 ，OK， 他说是新装的，他是新装的，然后他内机是转的，他应该是一般的温控器。他说前面一个人把那个 wire mess up 了，他说应该是那个什么，应该是一般的温控器，他把那几个线全部弄在一块了。我经常遇到这种，他在去年和前年有一个日餐馆的，然后他来了，他说去他日餐馆，我当时比较忙嘛，我说你叫一下美国人，他叫美国人，过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们没修好，然后我过去一看，他就是就和刚才一样那种，他把那个红色的线和那个什么线全部给你拧在一块了，然后呢你外面控制不了，然后呢根本他没有制冷，因为啥呢？因为那个的外机有问题，所以呢他说修好了，结果他说两个小时待了不到两个人，要了770多块钱。哇，你看他们这个我刚一来，你看他把那几个 wire 都连在一块了，你看他现在内机正在转，这是 carrier 的，他内机正在转，然后我现在去看一下外机 OK。 哇，然后呢下面稍微有点水，看到没有，下面有点水，但是呢还没有把 flow switch 打开，OK。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是什么问题，看一下外机。哇，简直是这些人啊！他不会修的话，你不要给他 mess up 这些线，他把线都给那个什么 mess up 了。你看，我刚打开的时候，你看他把 wire 和 green， 我当开始打开，我以为是个 communication 的温控器呢。这是一般的温控器 OK。 我现在去外机看一下，这是新的，看 Carrier Infinity 外机不转。然后呢我们看一下什么问题，外机不转，你看它这一台也不会，也没有工作，你看连冷凝水都没有，它全靠这一台 OK。 然后它说刚装的，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问题。我打开，哇，我把它打开了，你看他妈的，这怪不得那个人修不了。哇，你看，我让大家看一下全机长，你看，哇，你看，看到没有？那个人修不了。哇，我现在我要看我能不能修得了，太他妈复杂了。是狗日的，他妈一个这个东西搞那么复杂，晒着！我来查一下看，你看，那上面有个 code， 看32，看3255，看啊，再看一遍，3255，一个 error code 是3255，然后呢，我刚才。看他到这儿来了，然后等一下啊，
3255，这是 error code， 看3232 OK，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32，然后55是压缩机 low pressure limit compressor low pressure limit， 也就是说呢，那个低压开关把它打开了，哇，不会漏氟利昂吧？这新机器，新机器，我要查一下，查一下，这是个黑的泡沫，看到没有？我要看一下是哪一个开关给它打开了。我现在我去拿压力表，我来测一下，也就是低压开关把外机给打开了，所以没有信号电过来。你看，哇，这你看。为什么搞那么复杂？我操！本来是正常运转的，很简单的就可以正常运转的。你看，前面那个人修不了，他修不了，哇！他修不了，他不知道有没有找到原因，他肯定没找到原因。然后他把那个事情，他把那些线都拧在一块儿，哈哈，哇，这种人简直是。然后呢，我去拿我的压力表，我来测一下压力。哇，你看，只有61了，只有61个 PSI 机了，那里面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你看，新的一个机器，新的，哇，这肯定是哪没有焊好，因为出厂的时候呢，这些内机外机它都是检测好的，肯定是它焊接的，哪儿焊接的不好，哪儿的焊接有问题。哇，61了，只有看，所以这种就复杂的机器，只要它给你 error code， 你就照着那个 error code 去查去，一查应该就查出什么问题，漏氟利昂。哇，我现在给他 manager 说，他 manager 现在不在这儿，我看是一个休斯顿的一个号，我来给他联系一下，他应该有 warranty 或者是给他装的，这刚装的，你看刚刚装的。我来给他问一下，还是让他们那个人过来，他们安装的人给他修。哇，然后看他给他打电话了，他说因为我看那个电话号码是从休斯顿打过来的，他说是他们是休斯顿的人过来给装的，然后呢他说他们要 fix 的话，因为他们必须从休斯顿再过来派人过来再 fix， 他说他们等不及了，因为我刚看他门口上贴着已经关门了，他关到些，我因为我跟他说的我3点钟到，所以呢他说从4点钟再开门。哇，这压力太大了，我得找哪个地方漏，然后他让我尽快的 fix。 哇，我看那个门上就写着那个2点钟关门，然后到4点钟再开，哇，给我压力也太大了，我找哪个地方漏，哇，里面氟利昂全部漏光了，哇，这些人简直，我现在去找哪个地方漏。哇，应该是外机漏，你看我现在到外机来了，看啊，我刚才我那一伸漏。耶、yeah, ，里面漏，see， yeah， it's leaking from here， from inside， from inside of the， yeah。Not sure where it is. Yeah. Wow. See, 质量问题. Okay. This is carrier. See. Wow. It's leaking from there. Wow. The space is limited. The space is very limited.哇，我要看一下，你看我把这边打开了，
我这边打开了，然后呢打开了，然后 车好像有油一样，但是没有油，没有油，没有油。但是呢我看到那个上面，那个上面小小小盒一样，那个上面有好多油，那上面有好多油，那盒子上。然后我们来喷一下，See, I see a lot of oil on the top of the, just like a box part, like a box. I saw a lot of oil there. Let's see. Hey. Let's see, that's a part.It's hard to, yeah, see, shoot, how possible, yeah, it's leaking from one of the tube, right here, wow, it's hard to reach, it's hard to reach, let me get something, I kneel down, okay, let's see, Wow, see? You see that part? It's leaking very badly. See here? See? Wow. See?It's leaking very badly. It's hard to... Yeah, it's leaking from there. It's leaking. Wow. 我把那个，我把风机取掉了。你看 ，the oil, all over the oil.Yeah, it's leaking from there. Okay. 然后呢，我去里面拿个凳子，你看，我进去，我看能不能焊上。然后我进来了，我进来了。然后呢，看，它就没焊，或者是你看，我都看不到焊，我都看不到焊印。行，哇。How possible? See? Yeah. It's leaking badly from here. It's leaking. It's leaking from the outside unit. You see? Wow. Leak very badly.哎，我拿了点他的那个厕所的那个纸，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哇，你看，别的上面都有，别的上面好像也很难看出来。他为啥放这个玩意儿？我不知道，真就是 sucks。然后呢，现在的话要把上面的油都去掉。你看这油 ，look， 哇。那个油 ，look at the oil， 然后，哇，对了，还要，因为他让我给他个报价，还要有 oil， 我就给他放点 oil， 哇，等一下来电话了，他打过来，你看，我给他擦干净了。我擦干净了，然后呢，你看还没有放，就放了一点点那个焊，一点点那个焊印，只有这边有一点点。See, there's almost no. See, only this, this side, only this side a little bit,
Where is the rod? This side, nothing. This side is nothing. You see, the manufacturer problem. See, there's no any breeze here. Only on this side. This side, no, nothing. Nothing. See others, they have a breeze around, but this one, no, nothing on this side, nothing, wow, see only on this side, this sucks, okay, I clean, okay, and then a breeze, okay? Wow, quality problem. Carrier, how possible? Wow, 这个里面很热。Very hot inside. 哦，然后你看，然后我把它抽出来了，我抽出来看。然后呢，这个里面有油，哇，它是不是可能不好焊？然后呢，你看，那你把它打磨一下，打磨一下，把里面的油。不是把里面的油，把这个摆着一圈，坦煤焊接的时候没有任何油，所以坦煤好焊。坦煤好焊，但是你现在里面有油，然后这一圈都有油，所以呢，根本不好焊。然后我刚才把这儿打磨了一下，打磨了一下之后呢，我准备用45%的那个什么焊条来焊 ，OK？ 它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进去，等一下。就是那个 breathing rod， 然后呢，要进不去的话，就在这一圈 ，OK。现在试一下，因为当时他说4点钟开门，那4点钟根本开不了门。然后我跟他说至少要2到3个小时，他说现在他告诉客户要到4到5个小时可以来买饭，压力很大。然后你看这儿，而且这是它的 manufacturer， 他们你看 ，look， 他们焊接的时候，他们把电线 ，look，yeah，see， 你看他们焊完之后，那个电线可能 touch 到哪儿了，所以你看 ，look， this is from the manufacturer， okay， see。手一碰到那儿，哇 ，shit！ 然后你看这边，因为它这个是两种不同的金属，所以呢，我下面垫着，上面垫着，我不知道它这个和这个盒子，我不知道它什么是焊上的吗，还是怎么弄的？我希望那儿不要开了 ，OK？ 然后呢，这边的话。我把能保护的都保护着了 ，OK。然后呢，我现在来焊。一般的话，焊两种不同金属，那个 copper 和 brass 的话，然后一般的话都是先烧这个，把这个使劲烧，烧差不多的时候，然后再烧这个。但是现在的话，我只烧这个，它下面是个盒子，哇！而且它这儿和这个盒子，我又不知道是怎么样来接触的。然后万一这边烧狠了，它那个盒子万一烧狠了，它那个盒子又和那个东西又漏，那就完了。所以呢，我就直接烧这个铜管子，你就直接烧这个铜管子，然后呢烧个差不多的时候，然后一半一半烧，就对着这边。然后呢我来试一下，然后两种我都拿了 ，OK。但是都拿了，我们来试一下。OK， with the nitrogen flow in， and then that one flow out。See， breathe it， OK， yeah， looks good。I will raise the pressure。To double check. See, I only use this 44% silver rod. Okay, not this one. See.
这是这是。OK, let's put the nitrogen in to do a pressure test. Okay. Yep, looks okay.No, any problem. Okay, yeah, 往上走。哎，我估计把我氮气都用完了，因为它这个系统特别大，系统特别大。Need a lot of nitrogen.Okay, let's test at 100, okay? Test at 100. Okay, 然后 oops, couldn't see. Yeah, there's no more leaking. There's no more leaking. Okay, see.It's windy now. Oh no w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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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因为那个大风来了，大风来了，所以呢，我要那个什么，我就不往上测了，不往上测了哇！因为那个什么，因为它一会儿就要下雨了，一会儿就要下雨 ，OK？ 啊，开始下雨了。It's raining now. It's raining. See. 然后刚才这个当地的这个 manager, 他过来了，他说星期三装的，今天星期六、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四，三天，你看到没有？哦，我 shoot, 哇，这个风太大了，风太大了 ，OK.哎，我把它放到凳子下面了，因为刚才雨又停了，然后雨又停了，然后呢，现在抽真空。哎，忘了，加点润滑油，现在降到700多了 ，OK， 加点润滑油。Put some lubrication oil, okay? Forgot. 然后呢，从这边进去就可以，从这边进去 ，okay? 加点 oil, okay? Sorry. Need about 30 minutes.Yeah. Almost done. 然后呢，加上点 oil. Okay. One more. The second one. Should be okay now. 又抽真空，现在抽到了420 okay. 240, okay. Now it's ready to put the freon in. 我刚看了一下，15磅 15. Let me see. See, 15.2 pounds.哇，
A lot. 刚那个从休斯顿打电话的那个 manager 告诉我，他说是那个什么，他说那个公司有一个公司过来查了一下，他说是这个坏了，然后他说要订这个 board， 然后呢要订这个温控器，他说需要到那个需要一点时间，然后根本就不是这个温控器的事儿。我们来看一下，应该不是这个温控器的事儿。你看，哇，他都给他 screw out 出来了，然后他说是这个坏了，所以呢他等他订那个啥呢，等他订这个 board 呢，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然后呢我现在把那个wire都给放过去， OK， 把wire都给放过去。我刚开始我一看他那个样子，我以为是那个什么 communication 的那个温控器呢，所以这个是一般的温控器。我来给他放过去，我先给他放过去了， OK， 我们试一下try。See, nothing wrong. Nothing wrong. OK， 这边给它放过去了，给它放过去了，你看这。然后呢，关键是那个地方，哇，它这个上面连个板子都不给它放，你给放个板子，把这个放到板子上面，然后呢，这个上面再放上那个 support 那个 pad。哇，它这你看。它下面这个放可能是军犯，上面就放这个，而且它放特别朝两头，这样的话时间长了它就往下滴，它就往下搭了，在中间，然后呢这个机器就会变形，关键是那个地方，我怎么给它 to open this one. Wow, it's hard to access. 然后呢，我们先把外机那边转一下。我刚才充了那个八磅，刚才充了八磅进去了。Yeah, 你看。它那个固定的挪不了，我现在只能打开这个上去。Look， 哇 ，See， did a very bad job， man，you see， this one， the lower one， is not plug in。Not put on the collar. 看，不得，你看，从那动，咱们没给它封上，没给它封上。OK， 你看，我站在这个把上，然后呢，里面就这样给它封上。OK， 你看封上，现在没有完。你把外面这个再给它扯上 ，OK， 外面的保温层，哇，但是很难扯，我一个人用不上劲 ，OK， 扯上之后再给它缠上 ，OK， 看，好了，然后呢，哎，把里面主要封好，然后外面呢，把它拉过去，把它拉到位就行了。OK， 现在没问题了。哇，这个花的时间快是我 fix 那个东西三分之一了。你看我现在站在哪儿了？站这儿。然后呢，一个手，看我的手臂在这儿挡着这个，然后这样啊，特别困难。OK， 哇，那二十八。电线给它直接接通了，我还以为那个啥呢，哇，幸好我没有碰它那高压电 ，shit， 它直接给它接通了。我刚打开看了一下，然后呢，冲进去了，稍微一点低，压力，
应该没问题，应该没问题。OK， 15磅，他怎么这起不来啊？压力起不来。OK， 但是呢，这个 superheat 在正常的那个范围之内。OK， 这个应该没问题了，应该没问题了。OK。因为它那个什么50多度 OK， 没问题了。刚才是84，现在80，我给它写上了 someone bypass the switch， 给它打了一个星号。这简直是，他还把上面那个什么东西弄着，这就好了。哇，这个他应该去给厂家再要一个，因为才3天刚装上就坏了。他那个是工作人员，他没有焊上，他不是没有焊上，他就没有焊。哇，这是 carrier 现在质量太差。